你在大阪的空间钓鱼，很好啊，你慢慢钓。我没办法玩那种有时间的游戏呀，一直都在拉肚子，好烦哦。嘿，学完了吗？没有，那先练等吗？看一下，哎，你帮我算中档，我已经好了。那只20等的鼠王打完了，不，打完了20等了，给你。这么直接的吗？哦，掉了，还是掉了，没事没事。等一下哦，法师剪，法师剪剪，剪剪剪啥？哦，奈加赫。等一下哦，那好，那你去吧。哇，这边有法师的画面呢，我想一下怎么解哦。魔力，等我一下哦，音乐。哎、欸，我没打卡到，没打卡到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是要补魔吗？哦，刚刚跟你喂完一只，然后就一直串线。你在聊什么东西？谢谢台湾。属性。魔力，啊，有了，这个画面，然后，番茄应该没有泡泡的好友，然后昨天不在。
感谢 KO 的三个月。我这边只有你跟繁星的好，对吧，星姐吧？佩佩昨天也没有啊，好像昨天有叫你们加吧？你们去 DC 加啦，八七。看看啊，现在我们番茄带队。哎呦喂啊！测试一下几个月，我看13个月。感谢14个月。谁带啊？番茄有我的好友，他也没想要带我啊！哎、欸，番茄，番茄，你到观战区啦，我拉你上来。那我是不该带宠物啊，待命。耶，账号变多了。我账号变多了。帮大家方便多了。哦，对啊，不然你要打字。然后切三给四创上来。我的宠物呢？我以为你是故意不带的、欸，我想说上次的时候在带那个月地兔啊，嗯，现在才22，哇，我刚超扯了，我刚去打熊弟，结果发现我背包没空间，他连戒指都没给我，那就随便丢一个啊，来不及啦，我已经打完了，两分钟后再打、啊，他不是不见。哎、欸，是两分钟吗？我也要很久哎、欸嗯。没有，其实蛮快的。那、啊、算了，反正也来不及啊。没。爱流行，我今天会应该一直狂打哈欠哦，我没睡午觉，为了练的，没有啊，跑图跑到现在，那也好啊，下播后就可以直接去睡觉啊，嗯，下播后就可以直接去睡觉，确定吗？应该吧。确定嗎？上次好像有跟我说12点要睡觉，结果2点多还在发讯息啊。我说我12点后应该会睡觉啊，结果还是有睡啦、啊。有啊，那是你一直跟我讲事情。哪有？那时候1点多嘛，对、欸，你一点多讲到1点半呢、欸。你跟我讲说12点后你要睡了，你很累什么之类的。哦、没有，就那个时候我家人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麻将打到12点半哦。哦哦，好。
哦，看看是谁。坏了吗？嗯，还有三等，两等，25再转那个就好了。转啥？转那个什么？对，神木。可是我忘记怎么走了。不知道啊，维斯奔啊。你有跟小孩说晚点要抓鬼吗？有啊，他说好，那九口要更晚一点。那没关系啊。嗯。要练坏身体，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，不然我们会心疼的。哦，没事。居然有人？有啊，我们在九线嘞。有啊，好神奇哦！今天跟你来的时候也有一批耶。有吗？有，我怎么没注意到。都会注意到。名字看起来就很母汤，走吧。这是番茄吗？是啊。好好听，我还去订阅它。看看那个泡泡说要加我好友 ，PC 连结。泡泡，帮我们看台。那我刚有在跟他讲。嗯。觉得昨天他们半夜在那边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赶快加啦，你们两个。”你们三个，你们四个，就人越来越多。半夜难怪，哎，一旦你记得要把你的连结丢在那个哦。哦，你在哦。他只能丢三个，看你问看有没有人要加吧。哎、欸，刘星，你打最后那个不要打那么超过、哦。你知道你刚刚那个是会被机器人 ban 掉的字吗？你知道你这个是我审核过的吗？不然你后台是看不到的哦。
不知道。对，打番茄。打我，打我，反正不会痛。嗯。其实这层怪就是，他还会吸魔，大部分都是用吸魔那招来打。对啊。那早上好像就，早上打的时候有点烦呐、啊。他吸你多少，我就多少钱哎、欸。还好吧，五块钱哎、欸。哪有啊？魔越多扣越多哎、欸。是这样吗？你知道战力奇星是扣趴数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嗨，番茄，我几次要你？嗨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忙，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拿着花束。哦，对了，价目表我看了，我到时候会丢给你那个十等食材的那个订单。你需要给他吃鱼翅汤哦？没有，我是要拿来卖的啦。哦，虽然我的。你老鼠不在吃，我不得不说，刚刚现在老鼠就在吃鱼翅汤，还是我刚刚去一线买的。红字警告，什么红字警告？楼下在聊天哦。我们打的，他会给你十等材料订单，香素哦，用香的，不过我得要先储值就是了。一双眼睛两用，我都这样的啊。我可以一心二用的。教我一下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教呢。没有忘记吃鱼油教主 ，Hello Hello， 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作业你怎么了？
话说我们现在的称号可以到魔法级等啊，二还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现在的称号是魔法魔术师嘛？见习魔术师啊。对啊，那我们技能是二两等还是四等？四等啊，四等。最多到四等啊，正职到六等啊，皇宫到八等啊。超法怎么练呢、啊？去魔大砸那些怪吗？超法什么意思？就超法，我看别人练超法是直接去魔大那边打石头，顺便练超法。打石头？打什么石头？魔大附近的石头啊，因为哦魔石哦。对啊。哦对啊。所以超法只能这样练哦。不然你要打自己哦，你又是坏装备，想啥？想什么？我之前也都这样啊。你都打自己啊、哦？对，我都打自己，我都把装备全脱了，不要损坏任何一个装备啊。哦，有没摸？之前有个练法啦，要带那个吸魔宠去吸幻歌妖，他就不会动了。对。就是杰村外面呢、啊，然后有我觉得跑太远啦、啊，都是砍村的话，在外面遇一个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回去了。对啊，啊，所以我才那不然就是不是就是阿巴尼斯村外面就好了、啊，不要去魔大、啊。阿巴尼斯外魔大外面是因为你要顺便打魔石的话才去魔大。啊，如果是阿巴尼斯村，就是离那个啊八村就那个啊。传过去，我知道阿离那个补血的地方也近啊。那我之前练，哦，之前练就是在阿巴练，可是超法哦，对，那我们35等之后，我们再去阿巴吧。脱妆脱水晶红上去练技比较没杀伤力哦。对啊，然后你被那个北极熊咬一下还是会死啊？那算了吧。然后你那个那叫啥？格斗要练混乱攻击的话，可以带我传教士去。我有那个，我应该会带我姐的吧？我有那个啦，纯净魔法跟那个补血，所以带我的也行。哦，你有？满级了。我现在传教没满的，剩下气绝跟冰冻，其他都满了。我都直接丢回复放在虫上面打虫，哎呦，好像也可以啊。对啊，不然就让我姐当老公家练，自己都顾不好。我们还要带那个宠物去学那个人圣盾的。圣盾啊。现在体宠就剩下你那只水龙蜥了。对啊。不然就可以再练一只改造树精啊。就买一只就可以了。速度那么慢。你比我早，你比我多一等。嗯，你想一下，刀早都我带队的呢。是没错啦，你还有去那个打那个。哦，没有，这次没打。不是啊，去熊哥那边路上也会有一点经验的、啊。哦，对啊。谁进来？谁？小鱼吧。嗨，小鱼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帮我找改数哦，好耶。不用太好了，我们只是要拿
打当沙发打杂包。我刚刚去法兰城，一线法兰城就很多改速。对啊，我有看到。哦，怎么又飞移啦，烦死！要下雨喽。下雨了。是哦。对啊。雨季啊，最近都在下。好险我提早回来，不然要淋成落汤番茄。订番茄汤吗？要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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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汤，罗宋汤就番茄汤、啊、哦，这样啊，伊登他超级讨厌番茄这个食材，不是讨厌我，哦，觉得他讨厌你，我也觉得他讨厌我，怎么办？因为你都不跟他玩游戏，没有啊，你都不带他。哎、欸，我前一阵子有跟他们说礼拜六我可以陪他们打楼。嗯，哎、欸，结果他们刚刚拒绝我，因为你伤害人家了。没有伤害啊，他们都像翅膀都硬了，都可以一个人去打天慧龙，还要我帮忙，对吧？他们是想你陪伴啊。可是他们刚刚拒绝我，因为他们被你伤得太深啊，他们知道你不会答应他们啊，所以现在换我被伤害了。你没有被伤害啊。他们只是以前知道管制其人之身，好不好？哎、啊、呀，明天我陪你们抓鬼啊，看你们有谁要抓了、啊，在八点前可以陪你们抓一下。不过要明天我可以准时下班。我要今天被他换被他妈搞。哦，天哪、啊！真的假的？嗯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他、啊、没有跟我说要加班到几点，结果一加直接加了三四个小时去。他还说要报失踪人口什么，我笑死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你加班，你几点下班？就是、我今天是七，原本是七点到五点，可是他今天直接七点，但我直接从早上七点顾到晚上的七点。你是不是超时工作？是啊，好累，我想睡觉、哦。他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好累哦，他好想睡觉。哦。你的哦，要练魔法宠物去帽馆一楼学攻击魔法防御，攻击魔法防御币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没有啦。而且圣盾那时候学也好处是那个啦，叫什么本攻啦，还是玩鬼抓人？在就是等我们练完啊，鬼抓人。装的是那个吧，潜水艇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，那个私下玩呐、啊，不要开台玩呐、啊。那你要顾一下克洛伊的形象好不好？如果你想听他讲话的话，那就要私下玩；如果你不想听他玩开台玩的话，那就可以好吗？你可以顾一下克洛伊的形象。吉米，你好扯。
过开台玩怪人不能进。为什么自己叫自己怪人好恶、喔？他就很恶心啊！他说还好不会啊，真的很恶哎、欸，会不会把变了？叫你叫他改叫恶人了吗？恶男，恶人，恶人。怪恶心的人，你有看到我新发型？什么新发型？没有，就是把头发夹起来而已。哦，好哦。哦，好哦。洗澡拜拜，好拜拜。我们被发洗澡卡了。嗯，没事啦。就是现在水蓝鼠是很暴力的，嗯，这只水蓝鼠啊，不是，这是加攻击力的，对啊，这只好像这只就是利宠哦，可恶，那早知道我选这只了，这只五千，这只五千块，哦，那还是适合你好吗？哦，这只圣诞水蓝鼠超适合番茄的啊，不适合我，而且我当初以为它是魔力的那种圣诞水蓝鼠，结果它是耳朵长着麋鹿的角。其实那是驯鹿，哦，驯鹿的脚，对，啊，我没摸，啊，交给我了，让你看看，全部40攻击，你看，全部40攻击有，但是还没练呐、啊，也是啊，看到他伤害还是觉得很难过，那剩下两只交给你了。刷改图跟刷数金不用这么麻烦吧？法兰城抓一只就好了，法兰城买一只就好了。然后改图就搞、哦，我们只是当沙包了，不用那么好。对啊。可是其实砍村外面也不错啊，因为那些数金也会攻击太高啊，没有攻击魔法防御。哦，那我说外面。怪太高了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不是没练过。挂台拜拜，待遇怎么了？挂台要唱歌了是不？哪里？现在吗？我要进去。我还没听待遇唱过歌。好扯，待遇不准。啊，他搞的是拉肚子啊！哎、欸，我最近我们这边开始一窝蜂都在拉肚子、欸。我也在拉肚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今天早上。无敌拉爆肚子！昨天开始待遇就狂拉肚子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靠，不干我的事哦、喔，我在台湾，你在香港。”然后像佩佩也是肚子痛啊，泡也肚子痛啊，然后这个白痴番茄说什么？那我去喝个拿铁，肚子也可以痛。我乳糖不耐症、啊，你还喝拿铁、欸？那你不要喝拿铁、啊，你直接喝牛奶啊。那还是要会拉，那你还喝？啊、要喝啊！然后我就工作整天，我就想喝咖啡啊。可是黑咖啡又那么苦，加糖呗。你想提神？我跟你讲，你买个价值几万块的东西，把它往地上摔，好不好？那个已经不是提神的问题了，那会马上提神，好不好？人家说你喝咖啡，如果提不了神，你就把咖啡杯往地上扔啊，就一定提神。装着咖啡的咖啡杯往地上扔。是这样讲的吗？就会提升。那是哪里啊？等一下。哪里是哪里？哪里有？哎、欸，凡凡说他找得到方法可以让钓鱼能够开起来。哎、欸，我看那个啊，所以嘞，那怎么用啊？那个我没时间看。我也没时间。因为它全部都是英文，你不用没时间。等一下，你开别的游戏，我再处理改速，下次真的就能看到了。好。好。为什么？这样。很棒啊。没事。你搞不好我玩完别的游戏一上线，发现我全部技能都死等。哇，想太多了。为什么这里没有番茄？哪里没有番茄？啊？番茄在哪里？番茄在野外就有了。不是那个吧？
是吧？他、啊、你不是说魔力吗？吗？对啊，魔力啊。对啊，你就去东一外面啊，那外面的那个打怪的地方有个躺在地上的，跟他学狩猎啊。他创猎人啊？对。不是啦，我以为三番茄不是应该是三开的吗？我他三开啊，我单开啊。不是，我三只都在这啊。我一个人。哦，那没事的。快出去找番茄。看来赚钱都没关系，看。如果说我们三个人要去圣墓，怎么分队？如果，嗯，很好、啊，我们轮流回不完啊。你看，情绪勒索，你都不跟小鱼玩。哪有？哎、欸，我上次带小鱼到25等了，我还带他救职忍者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是你升级吗？我升级呀。要色哦！请问我宝贝在哪？谁、欸？周啊。周。就空。哦，还没下班。他说会晚一点。晚上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被大家包养。我要抽大地鼠还是火焰鼠？一个宠物，一个钱。大地鼠是钱，火焰鼠是宠物。如果说你要抽宠物的话，我觉得最可爱就是水蓝鼠。可是繁星很想要那个四色水晶。四色水晶精灵啊，什么水晶啊？他们是四色精灵 ，A 讲的。那个算了啦。你到時候你做九连宝灯比做那个还抽那个还要好，懂吗？真的。可是我抽过哎，我抽过3-4次哎。那你中九连宝灯了吗？嗯，有一次被绑，我之前不是有被绑架的那一场吗？嗯。那场我就做出一个九连宝灯，可是没有糊而已。做出来没有糊什么意思？留局啊，是糊不到留局。哦，那就没有，那就不是了啊，那就没有了。可是我至少有过了。没有，那不是有。你想一下，你抽一次火焰鼠，等于是打一局麻将哦，你不能这样子平哦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哦，你抽火焰鼠是用我的钱哦。啊！你看这种付出的人又要讲哇！我不抽了，我钱都还你，我要姐姐养我，你这样子吗？真的，姐姐养我，我被情绪勒索了。欸、为什么会美人鱼？那个是变身卡，对，那是变身卡。你想当那只那个那么丑的人鱼啊？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名字会挡住他的脸，所以他外形看起来是好看的。哦，你懂吗？我记得好像今天早上有看到有人在卖。有啊，突然就看到什么地上有人在丢人鱼的变身卡，我看到，然后马上被捡。应该在交易。应该在交易，这重卡拿走了之后。被通缉了，救得回来吗？啊、被通缉哦，不是啊，就有人看到啊。啊，如果人家刚好在交易还是什么，反正现在像上次我们不是在丢装备给你，啊，就是说被人家捡走了。嗯，然后对方看到我们還在交易，就把帽子还给我们了、啊。可以不还吗？可以当个过分的人吗？可以啊，那你的 ID 就不能被认出来啊。对啊，你就举个我就是个臭乞丐之类的、啊。要送。啊，不要凑啦，香乞丐，好不好？你姐姐要送什么？啊，你刚刚就说我钱还你，我钱还你，姐养我。哦，有没有？我姐就讲了这句话。乱说话的。因为我看到一只92的黄金鼠王，他的精神比你那只鼠王还要差哎、欸。嗯。我不是说人家是鼠王99等可以精神303挥十法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看那只鼠王是92等，精神的289，92等289，比有没有防御哦？
知道。那时候怎么玩？在那个城堡前面的那个什么抽奖券？城堡前面抽奖券啊，那个是不是台币的啊？不是，但是他说什么？那什么问题与答案？如果你猜对了，我可以送你两张周年抽奖券的那个。那是一周年的活动吧？我不能参加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参加，因为我也是一周年中期才回来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去研究怎么玩。问我姐啊，姐姐，谜语给我，我不知道什么谜语啊，我要怎么猜？你看他上面给你什么题目啊？他没有给我题目啊。哦 ，NPC 是这个吗？会吧。你姐姐该不会有那个谜底的答案吧？她全部都有。她几只账号怎么可能会没有知道？一定有去爬文啊。我看到谜底锦囊了，我要打开它吗？打开啊。他说第一只有气功丹的宠物叫什么？大地瓜鼠吗？不是吧？不是那个啦，哦，是宠物哦。宠物啦。为什么欧斯尼克的？好像是他哎，欸，龙虾霸王是什么？他旁边还有一个龙虾霸王。有气功蛋的宠物，宠物不是欧兹纳欧兹尼克哦，不是哦，不是欧兹尼克哦，不是啊，那种我也不知道。露比不可能，答案不是哎，欸，有什么答案啊？他答案很多，他是一个道具哦。不是我们那天玩的那个什么公关什么之类的，是吧？没有，你去一线的那个城堡那边，就一大堆人都在卖谜底啊。那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怎么做什么现在？我不知道，你问繁星他姐姐吧。我没有抽过啊，那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也跑去看了，啊？我没有看啊，我看什么？就在城堡那边而已啊，你可以去看看，搞不好有，搞不好你姐姐刚好有那个道具。为什么我看不懂？我可可爱爱，我那个欢迎帮我聊周的两周年。我要干嘛？是我姐啊，你跟她聊一下。我不用说话，我的都解完了。哇！白痴，他一定是拿我的东西去找，看看有没有抓好东西。没关系，让你用，那你用。反正我也不知道啊。真的抓好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一只角色只能用一次。他说我的都解完了，他直接讲说你不用问。哇！再讲一次，你不是第一只用用。第一只有气功丹的宠物叫什么？然后旁边有个谜底写着什么龙虾霸王，可是那谜底不能改耶。那这个谜底最好的奖励是什么？我的都是变身卡，我还你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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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你送你送你。我的都是变身卡，可是我要跟别人去换那张卡，谜底卡。不用，那个谜底卡直接去一层买就好，一层卖有那边一大堆有人在卖。你有听到吗？用我的钱去一层买，我听不關鍵字。我没有说用我的钱，我听出关键字了。我没有说用我的钱，我听出关键字了。我没有这样讲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就是来小鱼拿去花。有没有女生最爱听到了？对啊，你拿去花没关系，因为好像也不用花了，很有安全感的一句。拿去花，我捡了，我捡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话吗？那另外一张
卡我丢给你吗？我就跟他讲话了。耶，他说我太聪明了，哎呀，害羞哎。像你的 NPC 都会讲客套话，客套。哇。这个吗？这是跟哪一只讲话？还是他每只抽不一样的东西？好笨哦、喔！我看一下他。是每天都用吗？还是就只有一次而已？我以你角色来看，应该是只有一次吧。话说我们的魔法师什么时候点防御？我都爱点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十二点重置，所以我们错过了好多天哦、喔。每天十二点重置，我没有错过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的角色登录的时间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，哦、太多了对啊，想奇怪，里程数跟邮箱的那个怎么对不上？车被偷开都不知道。没有，我有看到，因为我那天就是角色开完练一练嘛，然后隔天打开，哎、欸，怎么登录是变成二？还是想说，我姐应该开过，想说不知道开去干嘛，给她开一下。弟弟，我靠，你好扯哦！哦，原来是这个哦。我那时候想说开你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大堆这个亮亮的东西。这个，我去找红色的聊天。看 General。我姐的抽奖券获得什么嫉妒女神苹果？哎、欸，那个是加声望的哦。嗯，你要转成正，我被圣卡哎、欸。给你讲。嗯，对不起。给你讲。不说的。我也不说了。给番茄说。你说现在军人龙哪里啊？不 ，life 啦，抱歉的 life。啊，好，换你们讲了。好呀。哦，全部都谜底哦。是吧？可是重点是谜底最好的东西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所以他刚刚猜到那个气功弹是哪一只啊？大地。真的是吗？没有，应该不是吧。大地瓜才是啊，因为初心也没有会气功弹的宠物吧？有吗？就你说的那一只哦，闪光鱿鱼，光鱿鱼那只有。之前的活动有一个叫鱿鱼游戏的哦，那只有气功弹哦。我想问个问题，哎、欸，你问，破变身卡怎么用？点两下，点两下。我跟你讲哦、喔，你只要离开游戏，就不见了哦、喔，你就变身就变回来了。这是消耗品会不见吗？会，那是消耗品。对，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变身卡吗？它叫加熊者欧兹纳克变身卡，怎么了？你确定你要变他吗？我不知道他是长怎样，所以我想说边边看。他是一个中年大诶、欸、壮壮的大叔。那我丢掉那张卡。不用啊，你既然要丢掉，你干脆吃掉，反正你登出登回来就不见了。留着啊，搞不好我后面打那个烛台的时候去。我记得有个任务是要五男五女的，搞不好那个也用到。变身卡不算。不行的、啊。变身卡不行。好险。我试之前有试过，我算。啊。是假的。不会这样。哦，你们好扯！你怎么可以在浴巾唱歌？好，跟你姐姐人好好哦。要注意看他们呐！我要禁掉呆鱼的麦了。我太过分了吧！二十五等了吗？走啊！我伤心了。怎么？我伤心了，呆鱼。而且呆鱼不是说要挂台？他挂台去唱歌啊？对啊。欸、所以你现在是怎么点啊？嗯，你现在怎么点？我怎么点？那个数值啊，你可以再点防御不是吗？我一直都有点啊。
所以你每升一级是怎么点的？我现在体力只有十。我靠，我体力25，好。没有，我现在知道我强度现在点25之后，我就要开始那个、啊、正常点啊。所以只要点到25是吗？20、25、30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有人是建议50啦，可是50那个是政府的点法。那点30好了。挂台前唱的，完蛋了！我今天不会再上光遇了，白宇。因为呢？然后剩下就是一样嘛，魔法点到满，然后速度或体力这样子啊。哎呀！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去神木村吗？神木，什么神木村？你跟我讲，不知道抓鬼。风之谷的、啊。风之谷，风之谷有一个叫神木村的地方，我知道啊。他、啊、不是要抓鬼，还是不是要等九口？九口要九点后哎、欸。现在几点？可能九点半后哎、欸。那所以现在三个人抓鬼。我那个鼠王全部鼠王全部点魔吼。看你要玩什么、啊。我有一只还没翻20等，不能急。你有一只没有20等，哪一只啊？你不是一只25，一只26了吗？他说什么？20中秋节有几只骑月亮的嫦娥？几只是骑月兔的？4只。然后我的谜底是冒险之心永不弃。啊？哦，我懂了。算了，反正我都中途才加入这款游戏的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去玩那个东西。没有。来，认了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为什么我还没20等？啊？20？我这次有一次还没20等呢、欸。你攻守已经学乱射，你忍者也是25去的，不是吗？萌萌妹子还没20等。萌萌妹子，你不是要拿来当厨师？她只有4等，哭出来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可是她20等才能解那个任务啊。没有啊，不是啊，厨师没有等级限制啊。不是啊，我说那个猜灯谜的、哦那。那就没关系了啦，猜什么灯谜、欸？在哪里啊？抽到卡斯了。哇。什么热潮？热潮吗？那是热潮。热潮的欧兹尼克吗？对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还是沙？热沙啦。就是他的哥哥，一个你抽到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的卡。谢喽。不客气哦。我卡斯不能传送，一定要自己用。哇。那人真的很丑。为什么？好，要先下线。玩游戏，不然我快睡着了。为什么睡觉？我今天都没睡。你为什么不睡？跑图啊。哦，难怪你说你不会再上光遇。也不是这个意思呢。我也很累，12点我都要全角色走一趟。哎，我现在看哦，謝我要干嘛？哦，我没有受洗烧。受洗烧是那个吧？魔药的。我要边抓鬼边去学那个、哦、超法、哦。啊哈，干嘛不嘞？还好啦。小鱼。不要再猜了，走喽。嗯 ，High School。No no。爷爷。对啊，还要不要上班？欸、嗯，我顺便去买一个改速好了。啊？啊？时间那么多？不知道当时一次改速烂的也才6666台币哦。没有啦，魔币啊，我们只是当沙包用的，还是你要让你水龙吸当？用水龙吸吧，那就水龙吸吧。我通常哦，没事，那时候是没有补的情况，我都带两三只备着用。
所以那时候小蝙蝠舍不得卖，就是因为拿来当沙包。好可怜的小蝙蝠哦，你虐待他。对啊。啊，好吧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有看到恶魔，就是上次你说那个恶魔猫的头饰，哎，我有看到。啊？十万块。盗贼没出来啊，因为有个恶魔，有恶魔猫的头饰给盗贼用，用偷窃会有伤害。但他那个好像没有，他那个就只是一般的帽子。啊，有烦，云端又不能同步。然后我点不理他，我已经要进来了。我先看一下多人连不连得到啊？欸，老姐，现在这是恐怖游戏啊，你可以先没你的事了。没你的事啊，你可以先看别的东西了，你可以去追剧了。他跟我一样会怕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想说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他怎么突然就在玩恐怖游戏？杜比变声卡，伪照片，指甲完成目标，完成30块的目标，你将装备退还给你，等要重开游戏哦。对，等到重开了。出现这个就叫重开啊！关掉 Steam。储值中心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出的。你冷静。不是他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讲过一样的话。哦哦，商城卖的哦，猫咪队长帽子这个哦。它效果是干嘛的、啊？猫咪队长帽子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啊，你刚看的那个啊。哦，是从那边出来的、啊。对啊。它就加很平凡的能力啊，其实还好。哦。拿来装可爱用倒是可以。那哪里可爱啊？又不是把布可爱的布卡放头上啊。我跟你讲，它的恶魔猫真的很可爱。我给你看一个更恐怖的东西，不知道你在不在。他走路的时候啊，对啊，走路很恶心呢、欸。知道啊，小月，你要不要看他走？你要不要看那个猫咪有四条腿，很长的样子？什么？哪一个？谁？啊，死定打不开，等一下，死定坏掉了。跟我昨天一样，对不对？重新连线，重新连线。对啊，很崩溃。抽奖勇者秘宝，小鱼，你看我的那live 那边，他叫你看他了，你看好扯。你看有长脚猫咪，有长脚猫咪好像不怪的。哪里？一排好恶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才长成这样子啊，超恶心欸，我还是觉得他头饰比较可爱。上线，我好像正常没，他没叫我那个。你是重跟实定吗？我整个重开啊。哦，我怎么整个重开就没有用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再试一次。那我先看看能不能登进去。对啊。没有，现在他叫我用离线模式、欸、可以了。结果我离线是我连好友都打不开、欸，这真的是离线的、欸，上不了线。你要猫咪帽子吗？留给你。不用啊。我特价哎、欸，他8块钱等于30点，如果我500块嘞？500块等于540块，等于2000多点。我是觉得啊，你要买的话，你要确定你要持续玩下去。不会啊。会哈，但你可以考虑。他说不会啊。你要让他玩下去啊，番茄。小鱼现在练功，走，边抓鬼边练功、啊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排除疑难杂症，你是直接点重新连线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吗？我第二次重开的时候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跳出来，就直接进去了。欸、好扯哦，为什么 ？I don't know。我去上个厕所。No no。爷爷。神奇陨石是什么？
欸，我他是有个耐久度啊，我记得好像有看到那道具。收纳盒是什么？收纳餐盒。你看它是收纳什么的啊？就相对应的是。所以它就是等于一个小包包的意思吗？哆啦 A 梦的袋子。啊。对。买这游戏好会赚钱哦，好强哦。对吧？哎呦，死定打不开，我要重开了。工作管理。来看看热卖商品。驱魔箱。哎，那个女神苹果要30点哎。那个很贵啊。因为刚刚要跟你解释，结果你是打断我，我就不想讲了。嗯，拜托你跟我讲。不要，你又听不懂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？因为刚刚想解释给你听，我看你好像没有意愿，我就想说算了。好吧。所以那个周年庆礼包钥匙的那一些，是不是就是开那个城堡外面的那三个箱子？我问我姐。你说那三个箱子吗？嗯。那三个箱子是要拿来开一周年礼包用的。可是我是觉得新手不要开比较好。好哦。他会送一大堆的100万经验券。哇，这么多。对，所以 我攻守原本是82等啊，可是我就把它全部开了之后，我就82直升到92等。哎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！你成功了，等一下我还没开。哦哟，阿铁，哎，你也成功了吗？我没有失败过，我一直在那个。哇，人生胜利组哎！我天啊，天啊，这不是胜利组哎！卡池强盗中你了35点，所以我总共抽满了，我总共抽了65点呢。对喽。那是什么地方的 ？US， 现在应该都会在 US， 不会回去 AS。可是因为我每次他打，就是我进去都是固定在 US 啊，你固定在 US 啊，不是固定在 US。我从来没有动过上面的东西耶。他一开始是把我们固定在 AS， 可是这一阵子 AS 就怪怪的、啊。只要在打字，他就是想唱歌给你听。东西，没事。他刚刚在这里打字，我以为他想唱歌给你听。打哈欠呢、啊？在打哈欠。我来听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没有了。太难过了，待遇都唱完歌了，对啊，现在又开麦了，说要挂台，好耶，好扯哦。我们现在闯进去听得到他的歌声吗？不然我就把他的麦禁掉。伺服器端静音。不然就是进去人通通把他们有没有？巨听哦，通通巨听，对他们听不到带鱼声音。好，不要太坏哈。Hello。嗯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谁关门？我没关，关门打不开。啊？啊？刚刚门打不开。这里是躲点吗？这里看起来很像，又很不像。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门口。哪里？那个、啊。
我白痴哦，直接被看死好不好？他这个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子凸出来？不是凹进去？他看看抓鬼人是不是白痴啊？哦，好哦。看看你是不是白痴？唱到最高潮的时候被关麦。好啊，我今天啊，今天不会再进地西了，好不好？24小时。你们记得把音量调零哦。完了。啊，对哦。每次都会忘记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店长呢？开啦。店长，地下室开啦。又关了吗？没有啊，骗我！刚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多少高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你们唱，你们唱啦，你们唱啦，要认真啦。哎、欸，这有指纹，这。这什么？我死不了。哪里啊？没有了，拍了，没你的事。没拍了，没你的事。我是要找鬼的位置，什么没有我的事？那我回车上再见。第5:08啦，好不好？你回来，你回来啦，拍谁哈？3:08，好，就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就把东西丢了。你们不觉得这颜色的车子很丑吗？你单纯讨厌绿色吧？把它加车 A 种是不是？没有，它这个是深绿色、欸，哎，如果亮绿色也不好看，是吧？要把再次砸烂。有什么任务呢 ？DMF 圣墓、猎杀死圣墓跟鬼区域圣墓。嗯？那我就一招不通。这个明天在哪？是明天的，下次。丢一下，然后冰球就在你们位置柜子旁边的冰球，柜子又玩柜子了，好像我听错吗？听错，再关起来，我先关起来。这样等一下打开就看得到了。给我个信号。没有通灵盒，白痴。指纹跟。白痴通灵盒。哦，没有通灵盒。对。指纹跟灵球嘛。看一下哦，女妖寒魔幻妖。点这。再说一次，点阵刺骨寒温，刺骨没有了。EF， EF， 啊，我的手完蛋了，怎么了？掉了？对，我把手电筒丢掉了，真棒。EF 一直都没有反应，有啊，刚只有两集啊，两集而已吗？嗯。那有可能就是点阵，嗯，把东西丢在这里。我有啊，你成功了，真木有，你很棒，谢谢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拍闪灯。哦，我吃药提高一下平均值哦。吃了吃了，我刚已经吃了58，现在无法了，100了已经。这么快的吗？因为我们三个人呢、啊。玩钢琴。没有就靠陪你啊。玩钢琴。跑外面去了。哪？帮我关一下灯，好亮。
我看不到点阵的番茄这个位置，还是你在看？在看啊，我在看点阵。点阵你不用。我拿着摄像机看啊。好啊。EF 二。利用。好吧。你在这里吗？林球是还在车库的啦。对。你快点，我想睡觉。你在这里吗？吓我！让你提起精神了，有没有？太小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会不是 EF 又坏掉了？只剩这个啦。对啊。看那么久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然后回去了，不然等下猎杀我。哦，快点吃，再吃。好，猎杀时点燃四目，那换腰吧，因为刚脚我还想吃盐巴，白痴哦。刚刚，因为刚刚小鱼找到的那个指纹之后，他跟门互动都没有指纹了啊。换药也刚好是 ENF， 所以我也觉得应该是换药。啊，这一场如果猜对的话，我们就下一场开始过。不要。这场如果猜错的话，我们下一场监狱。那如果这一场猜对，番茄都穿女服装。不要。来，我猜换药。好了，开车。哎、欸，第一局很和平 ，safe， 没有猎杀。嗯。只有哈人。哎，恶魔啊 ！Why？ 换妖。啊，你说的跟他们玩猎鬼、抓鬼是什么？有谁们啊？一等啊？哦，伊登小布他们吧？啊对啊，有谁啊？就他们那边的观众啊。哦，其实抓鬼这款游戏起初就是五阶他们找我们玩的、嗯，找我玩的。你怎么想不开？好问题。说一开始说联动抓鬼的也是五阶，想走。哎、欸，算我没准备了。你猜啊！哇，你好棒，啊、你猜对了、欸。那可想而知，你的奖励当然是没有女服装，没有。恭喜阿杰获得女服装。我不稀罕这个奖励，就算是生日礼物，我也不要。是我们520礼物吧？啊，棒哦！有番茄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上场是不是没有找骨头跟诅咒之物？我们刚没找到骨头跟诅咒之物，没有啊。嗨哦！嗨啊！嗯？在干嘛？诅咒娃娃。他们是干嘛的？那边走廊啊，第三回 B 按钮吗？有指纹是不是？不知道我你拍一下这边，你拍一下指纹，有吗？我的 no 没有哦。没呢？好热哦，刚好指到他哦。哎、欸，关门吗？这里，岸边，厕所，互动，你应该没指纹了，有互动了。第几啊？哎、欸，三，有到三，有到三。
拍一下镜子看看，可以拍照一下镜子，紫光照镜子。哎，万岁万岁！在这，他好嗨哦！我知道。2.7，我怕。紫光照一下镜子。我刚刚照了。哦。没有。我这个放桌上给你照吧。嗯。我想去拿十字架。我刚惊觉一件事情，我吃了3点的午饭之后，我又饿了。你有想过是走廊鬼啊？有，他要玩门呢。指纹吗？互动而已。互动。啊，那就走廊也顺便架设一下吧。没有哎、欸，一样是里面。厕所？你开的灯吗？对，这是我开的，这是我开的。干嘛开这个？哦，你看这个雷好大声哦！收到吗？我开上不会解掉。解什么蜡烛吗？不是，这个。哦，圣木有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还没拿十字架，我刚刚拿圣木跟蜡烛。我知道那么惨，对，就走了。好亮，好亮，哎，透明口有人拿吗？关门哦。找骨头，找骨头。啊，工作，工作。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哦。干嘛？嘿，健身。不要哟！好气哟、哦，好气哟、哦！明明很帅 ，old 是不是？明明就小孩子 old， 所以他有回你对不对？以及啊，是哎、欸，他从厕所的角落冲出来，他是小婴儿，他是小孩子，回我 old， 有灵球，灵球通灵盒。通灵盒啊，我看一下哦，灵球通灵盒。没有冷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目前是没有。灵球是在厕所里面的，可是现身。哎、欸，笔记，他写字了。写字。OK。嗯。后面。烧灵，他也没丢过任何东西啊，奇怪。不是烧灵啊，梦魇呢？嗯。笔记呢？指纹、笔记、通灵盒不是吗？哦，灵球还没事。灵球啦，没有指纹啦。指纹是上一场的事哦。孤独娃娃。骨头还没找到啊，嗯，那我去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我都找完了哎、欸。
我找白痴就最后一间，找到了。啊，收工了，剩下也是成功逃脱猎杀，我不想要。那成功逃脱猎杀还是穿女仆装？成功逃脱猎杀了。成功穿女仆装逃脱猎杀。好鬼鬼，刚刚你都不敢抓你的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强人所切，强人所强切所能，强人所，哎呦喂！好了，你去解了，我去尿尿。解啦，走啦，下一场啊，去尿尿。好了，那我去打一下兄弟了，不管你们。好，我们去解啊！要解啊！啊，不然你要干嘛？你先让我喝完这杯豆浆，它已经有点冷，热掉了，不是热掉了，有点温了。到底。我藏点很小。逃脱猎杀，先讲理智吧。我刚一次洗脑完了。我要扁你。那你们是不是都要把十字架收起来？我收起来了，我丢远了。我要换鬼房了。手上不拿东西的、喔，那么勇哦、喔。哥哥，你很勇哎、欸。有我在，然后嘞，你那时候在我旁边，都死在我旁边啊！好像也是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手电筒不是我的。哎、欸，这里啦，阿茄，地上啦。有没有那个、啊、打火机？里面呢、啊？不是吗？我哦，不是。在里面呢、啊？还是你在里面？打火机问我有没有打火机？打火机在里面。我没有看到、啊，你有丢桌上面？餐桌，餐桌上面，我看到了。餐桌上了，有丢的、啊。什么回忆？没错。可是我重点是我知道他在哪里啊，你不知道啊。啊！现在平均理智很高，我进去一下好了。那你有躲藏点啊？这间厕所可以躲吗？等下再往后面走啊。嗯，丢东西吗？有。你拿大号机要干嘛？你要拿圣木啊，大哥。来了，我只是转错了。哦，丢丢，他丢他丢了，不退你好。不是啊，你太后退的话，你要等他靠近才能点燃圣火。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往后引，引到快到点的时候，我们再点圣火，赶快跑。哦，我们剩几趴？还没啦。剩几趴？那个的关门？谁知道啊？哦，你关的。皎月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来了，你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等他到房间，你再按哦。按了，走。好，你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要记得关灯哦，关门也要关哦。哎，怎么是我死？穿过我哎！哎呀，他会穿墙吗？不是，他
他直接走过去，他穿过我的身体去抓你耶。哎、欸，他不想要我哎。你的相机呢？你没有相机吗，哥哥？哥哥，我怎么可能会拿相机？圣木打火机加手电筒，我哪来的手拿相机？哦，我去拍你的照片。姐姐，你想一下呢，姐姐。对啊。可是你那边很近，我不敢呢。我拍了，我去拍。謝謝他刚刚这次直接穿过我，然后去找你。我刚刚看到他回头哎、欸。有他回头是因为我点燃圣木。哦，对啊。就点燃圣木之后，我想说好关灯，我灯也关了啊，想说你进来之后再烧一次。他直勾勾的去找你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你没有保护他，我不能吃炸的。我是想，因为照来他直接穿过我身体，我以为我先死，你知道吗？身体，他先穿过我的 body。点烟是会转移目标哦。哦，不是致盲吗？我怎么知道手机的人说是致盲？我记得有人说是致盲啊。啊，我们吧。啊，我也想你的教主。谁先点谁就赢的游戏是不是？我知道了。嘿嘿，从远开头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是 Uno 啊！回转。所以你先烧，我再烧，他也是去找你了。嗯。对啊，所以是你刚刚先烧的话，换我烧，然后去找小鱼，我们就躲楼上。哎、欸，那这就有道理，为什么上次小鱼烧了还是会死掉了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就不理我啊。不是昨天呐、啊，是之前。我都忘记了，你怎么还记得？哎、欸，熊哥是在哪一个洞？海那个啊，沙莲娜海底洞穴啊，沙莲娜啦，那个索斯亚海底洞穴。那我要围村外面啊，围不啊就围村外面那个海洞啊，海洞下面的二楼啊。好吧。运动感测猎杀点燃圣木跟拍鬼照片。走吧，阿奇，走吧，还在那边魔力宝贝不拿钥匙，受够你了！还要买钥匙才能开宝箱啊！你在凶他？上一场又不是我拿的，拿什么魔力宝贝？不知道钥匙。开喽！那一场我拿的啊！哇！太长了，鬼怪人太长了，说短一点，看不懂。长话短说啦。对。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，完门。嗯、啊，我们开的，我们开的，我们开的。你看，哦哦哦。他刚刚他就要从楼上走下来啊，要走楼下走上来。在哪里？你说植物没找到吗？雾都娃娃。嗯？嗯？什么雾都娃娃？这我刚刚听到声音。我也听到了，可是靠过去都没有反应啊。我都啪啪啪的那种声音。啪啪啪，这里呀、啊？你在这里吗？哎，按错了。给我个信号。啊，人家二楼哎、欸。哦，我去。我去，我也去啊。对不对？我勒个去。可以吗？这里可以。可以啊。
给我一个信号。都没有温度低的吗？没有，17、20。来来，剩最后一间是不是？19、18，所以倒回去地下室喽。你在这里吗？哎呦喂！听到开门声音。开门声。哎、欸，车库。洗衣房。嗯，我刚刚来过了。我一直玩怎么分析怕？分析怕，我不怕。分析嗨嗨。哎，指纹，指纹，指纹，互动指纹。这个房间吧，都7.18度。外面嘞，餐厅，餐厅，他丢东西，他有丢东西。自己3.6哎。哪里？餐厅16.5。哦，所以是一样。在这里面。好吧，洗衣房。相机没了，工作了，手电筒丢了，指纹灯掉里面，电筒拿着，拿十字架，跟通灵盒。嗯，关灯好了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Are you friendly? 他查进哪一个 ？Are you friendly? Give me a sign. 没有，换下了。服务员，你要试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来，请进。你在这里吗？给我信号。给我一个信号。哦呦，有信号，但是没有回应。啊，换我。Give me a sign.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Give me a sign. 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没有，打电影。哎、欸，剩一张，库存剩一个，扣的。我们要拍鬼魂照片，那也没差。没差。嗯，啊，有指纹，什么都没有。灵球，好，有一个了。灵球，换指纹灵女妖吧？怎么那么果断？点阵，看点阵喽。为什么果断？这经验告诉我的啊。你的第六感，不是啊，就经验啊。但是你要拿大声公，哎、欸，我看你拿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你拿相机，不如你拿大声公。我就是要拍这边的啊。五级闪人。哦，五级不是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我看是五级啊。不是啊，我说现在不是女妖哎、欸。换妖。换妖。啊！你的第六感失准，不是因为我刚刚照指纹都照得到啊，我都是先拍照，拍照都是先拍到指纹才拍互动啊，你看照片啊，不对，指纹互动，指纹互动，对，可能这个鬼这个幻药比较容易留下指纹，嗯，好啦，抓奸被抓到的那一种，不会插嘴。夜杀点燃圣木跟照片，夜杀诈骗，诈骗。好吧，我们去拍照片吧。好诶、欸，我的手电筒在里面。
我赌外面，赌里面。你要吗？拍照片，什么东西？我进来了、啊。我赌外面。赌外面？赌什么外面？我怕他会从在外面现身啊，不会在里面现身啊。嗯，那我就赌你外面的外面。我外面的外面，你是这里啊？为什么有两个摄影机是？一个是架在琉璃台上面，一个是架在琉璃台后面。哦、那时候拍点阵啊。不行了，我要去车上。啊，你先去吧。不是，我只是想尿尿，不是要拉肚子。走走走，你赶紧去吧。啊因为我现值剩几趴啊？60，还好。他一直在玩门呢、欸。给他玩呢、啊。你剩最后一张了、哦，你一定要拍鬼照片，你一定要拍得到哦。没关系啊，他有拍鬼照片，就算底片没有了，只要你有拍，就是任务完成。好吧。繁星是这样说的啦。平均剩几趴啊？我比较担心的是平均。平均59。我还是回去试一下好了。我只要去拍照片，不用到猎杀的那个设置。哎、欸，他在动哎、欸！哦，不是，是你。不是鬼在走哎、欸，鬼在走。我用那个运动感测器。你运动感测器放在哪里啊？就鬼房门口而已。所以我在外面堵他，应该堵到。哇，只想睡觉。哇，这 ID， 哎，我也想睡觉。怎么了？我理智变那么高、哦？反正是要拍鬼照片呢、啊。我不太想要那个点燃圣木。哦哦哦哦哦，我懂你意思。要鬼照片的话，啊，提高圣值就好。那去玩巫毒娃娃。巫毒娃娃是降理智没有现身的吧？他直接猎杀。那是直接猎杀了，好吗？变身，变身。小鱼说，小姐，小鱼说他在外面的。那个运动感知器有反应，所以有几率会在外面。啊，温度计嘞？地板上没有吗？我都丢在那。嗯，还在。好亮。对，你有拿相机吗？这一张啊，是你手上的那五张啊。现身吧，现身吧，来，现身的英文。都有笑，你在笑？我真的不会发最后那个音。Show yourself, self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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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, self, f, 小夫 ，self， 我小夫啦。Show yourself， 好烂，我就烂。那等他是等得出来吗？嗯。都抓了两只虫了，可恶！什么虫？飞蚁啊！哦，天哪！我以为你是说宠物的虫，原来是昆虫的虫。没办法，下雨天就会这样啊。我这边是当鬼是瞎子，天哪！还真不出来、欸。那你就继续讲收个笑啊！
还是他是换药所以不出门？这有这种？他通过运动感知器了吗？对。在外面采盐呢。Show yourself. Show yourself. Where are you? Give me a sign.这是你们关的灯吗？不是。关什么灯？那关的灯啊？九级，八级，八级。好，几胜 ？Give me a sign。再不说，我就唱歌给你听喽。唱啊。Give me a sign。Where are you？ 他要通过运动感测器啦。我帮你的。我的圣值多少？四五。我听到四，我先回去好了，再吃个药。平均63啦，不用了。好，继续。我蹲这个角落。哎，我是不是头在里面？对，我就知道。我天、啊！我看到里面的有个东西耶。什么东西？诅咒娃娃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固定用的支架。哦。什么意思？他在那边是不是？啊，他一直在那边啊，运动感知器一直一闪一闪的、啊，他就不出来啊。杀了番茄，我看他的手，哎呀，杀了他！哎呀，我现在头卡住哎、欸，那你头很安全，真的。Show yourself. Show. 啊！哎呀，来下一场了，他好像真的不出来，好烂。他死不出来。还是要学到修修鬼了。嗯，哎。人多才现身，不错呀、啊。万一换腰没有这个东西、啊，但是幻影的特征呢？幻妖没有了，变换人形吸引猎物，它会变什么？逃票，你想很棒。那我给它吸引，我活该。哦，原来是它有时会变换形态，可能会变成老头啊，婴儿啊，再又变成年轻人啊。哎、欸，我姐问你要不要学超法，还有空了。嗯，现在吗？嗯，好啊。那我去关门。好，关吧。关错了，白痴。学好了吗，格西？好了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拜，没有呼啊！9:45我就空了，不行，我就今天有人到十点，啊，困了，对我好晕哦，其实身体都在摇了。好啊，干嘛很难过是不是？不会不会，没有，很难过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想你好好休息。哇，好好休息啊、哦！你可以趁现在改回你那个改什么？作息不是、欸，不要不要，不行，这样他大中午不能开台，因为他会热死。我会在楼下没事做。以下是
你又在看沙发？来看。不能看吗？看了番茄不会穿女装啊。那我不看了。你刚刚那个是不是逼了一下？没有啊，没逼没逼。这人开了电闸都不会说话的，太过分了。开了电闸应该都很明显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真的啊，不有提示。画面上不会说“叮”，队友开了电闸咯，没有啊，叮。鬼要开始猎杀咯，欸，这边 4.6 了，按错觉吗？他应该只是经过你吧，好吧，可是这边就 4.2 了，2.5 这边钢琴就这吧。好了，东西都砸好了。斧头、诅咒之物、开关门、私房钱。哦。怎么那么黑？你关了吗？他吧，没有啊。没有这扇门呢、欸哦，后面这扇我关了啊。啊，刚你关了，你关灯干嘛？你要撤了、哦。我想说关灯比较没那么亮啊，点灯比较容易看得到啊。没有哎、欸，其实。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Answer me. Where are you? Are you here? 嗯？怪我，谢谢。换你了，不行。Yuna。嗯。你在这里吗？好烟，寒烟呢？寒烟。呕吐烟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我林球。可是我在走廊吐烟呢，我在这里吐烟。在这里吗？这边一样的啊，一样的地方啊。对啊，就是一条一模一样的林球、刺骨、灵魂。你通灵还没有完啊，先生。哎，我来了，等你耶。通灵，哦，在这。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Give me a sign. Give me a sign. Yeah. Where are you?How old are you? 没反应。Give me a sign. How old are you? 在你身边。哎 ，Hello。没拍到，白痴哦，小孩。又是小孩啊。自己。笔记耶，先生。笔记哦。嗯。自古笔记灵球亡魂。啊，解任务吧。猎杀点燃圣木，捕获鬼骨魂照片，走喽。嗯。
累了吗？要我帮你按按摩吗？不用，你按脚啊，来啊。你脚很酸是不是？我在抓脚，脚很痒。看来又只能在这边等了。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Show yourself. Where are you? 没反应。你要不要现身？给我现身！我知道你听不懂我的语言。Give me a sign. 有啦，亡魂。很会烧，沙很大，哎、欸，没事，沙很大，好，没理我 ，Give me a sign，How old are you？ 你到家了 ，Show your shop， 等我出去接 Joker，Show your shop， 跟他说开店哦 ，Where are you？他又玩门了。等等等，我要先洗澡，那我等一下就睡着了哦、喔。我等一下就睡着了。没了，关台啦。好了，我跟对方去走戏。好好好好。去欧搭。好好好好。去吃饭。去逛街。去约会。他都骗我，没有来淡水，还有在等他。他没有说我要去淡水啊。他有，我有说我要去淡水啊。那、啊、我没有约，我没有答应你啊。可恶！你要最好再一场吗？还是就这样啊？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哎、欸，最后一场我就300等了耶。怎么做一场？你确定吗？你二，我看你298哎、欸，因为上次也是198升，只升200啊。如果全部的任务都有到的话，啊，那我只好，那我就要耍废了。嗯，你给我回来，我们要去哪里？角落。哎、欸，你好久没蹲这个角落了。还有啦，什么？昨天还有在蹲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们这一团就是最后一团了呢，孩子。终于跟到台了，抱歉。对不起啊。今天没有睡午觉，很不错。看起来很酷。对。到八醒了，还要睡睡的，好累。台主休息，明天啊。魔镜哎，小鱼魔镜。明天还会在玩魔镜。魔镜啊，魔镜。世界上最美的男子是谁？给你，我看哦。客厅。客厅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就在旁边哦，就这里。没错。开工。指纹灯丢桌上好不好？有啊。是这里吗？嗯，温度一直7、9度、8度的。你猜啊，不然你看啊。哦，看看。怎么9度、8度？我刚称了4度。他在看你。对啊，就这里啊，在这边看我啊。这边没。有个信号，哎、欸。干嘛？逼了一下。在哪逼 ？Are you here？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它是不是玩门的声音 ？Are you here? Are you friendly? Kill tomato. No. 哎、欸，指纹，这里。没相机啊！我来了。没事。不管了，他不回我，找别人吧。没有，你刚刚都大家都在这边，你应该要我们出去啊。
给我个信号，给我个信号，你出去，出去，给我个信号，你在这里吗？到了，没有。地面赛，加油！到达哟！地面赛，加油！到达哟！到达哟！你们都先不要进来哦，地面赛。指纹零九。要把我们赶走。加油！他长大了。到达哟！没反应，你们可以进来了，我很怕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，你不需要我们了。对。需要啦，我需要你们啦，真的啦，我一个人玩，我一个人玩会怕欸。那不要一个人玩啊，要是我找你们玩。欸，你去拿圣木打火机跟蜡烛。你可以找很多的番茄。有要缺席蜡烛吗？啊，没关系啊，都不要紧啊，反正没有两百等的又不是我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有没有任务而已，这么凶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没有啦。反正我不需要两百等的那个。还是上百等，我忘了，反正没关系啊。三百吧，两百。你两百，我两百九十八。两百。对啊，要三百啊。我说三百啊，我刚说三百吧。你刚刚说两百，骗子。我刚说两百吗？骗。我带了嘴皮啊。烂的。渣男。你妈，你好凶。妈，超渣。想不到五二一，我还要心碎。哎、欸，脚印呢？拍啊。拍呀、啊。不是啊，照相机。找啊！没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。你拍两张也不是吗？有三个哎。消失了一个，你猜那个消失是我拍的吗？好吧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要了三百等了，不可以凶你，今天是五二一。找什么啊？没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点阵，点阵。他从我面前，他穿过了我。指纹、点阵，还有什么没了吗？女妖玉林，玉林，什么？又是玉林，对。要灵球，灵球。妈，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女妖，灵球，灵球，只杀一个人。灵球。杀谁？指纹吗？对，指纹。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不一样。EF 检测鬼区使用圣木。给你啊，都给你啊，什么都给你啊，我不管你。就说在这个角度，哇哈哈哈。他声音怎么变那么小？还是我错觉？嗯，他快吓死了。他快吓死了。哦，那个女妖不要再冲过来我前面了，这是八七。结了。哎呀！我靠，现身。现身。现身吧，现身啊！笑死！干嘛？拍他拍到，拍他拍，拍他拍到指纹，一身之术。好了，解完了，都解完了、哦。对啊。照片不多拍一点吗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三百人是你的多。照片好像就不算经验值了吧？任务跟目标才是啊。哦，反正三百人是你不做。走了走了。今天怎么了？没睡觉就是这样，跟大家呼吁啊，要熬夜。该睡就该睡。我小小状态。对。啊。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抱歉。晚安晚安。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嗯，如果喜欢他的话，有吗？几等啊？二九九啊，二九九，你知道差，你知道差三分的差多少经验值吗？我到了 ，Uno Uno Uno， 他要猜中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辛苦也是这样子猜中的、啊。你们是我，没关系啊，让繁星休息啊，今天很累。好，休息，我可以去。好啦，抱歉啦，真的真的身体坐不住了，好晕啊、喔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明天早上吧，现在等一下睡一睡，宝宝半夜会起来开台。
好啦，晚安，晚安。